九五后养金毛，一个月要花多少？今天给全子简单准备点现成的，随即拿五片惠灵顿搁里头。孩子都看困了，第四片了，最后一片安格斯牛肉的叠起来。惠灵顿小城堡上叠点冬瓜和苹果。依依们最近跑得快吗？关节片来个两颗，给他个小玩具自己能嗨半天。大黄梗着铁脖子不去参加个拔河队都可惜了。鱼有两颗搁里头，依依们把大草莓惦记得死死的。甜菜跟泡水全子不爱喝，给他泼饭里头，泡了个热乎乎的羊奶。果粒妈的手艺展示，抖个三枚粉，今天还消灭了冰箱里的三个鸡蛋。全子已经盯上了，有蛋黄的一半给他，再敲一个蛋自己吃。别看了，你的已经搁盆里了。有姨姨也喜欢蘸酱油吃法吗？好吃。一边起身一边流哈喇子。一二，哎呦，恭喜这小爷了。三，吃吧。嗯，吃吧。有大口。姨姨们盆子今天也不用洗了。